周天，然后我们每一周那个直播的次数我都没有用，这一周应该是没有用的，然后就赶快吃个播，嘿嘿。今天还剩二十分钟，哎呀，怎么办？那只能直播二十分钟了。我今天，哎，公演跳了一天公演，妆都花了，然后你们现在看我应该非常的奇怪吧？就是啊，晚上好，嗯，感觉我自己看起来好，满脸都是汗的感觉，啊，感觉很丑。二十分钟也可以，但是那个如果就是这一周，嗯，晚上好。如果这一周，没有时间，直播的话，不是没有时间直播，就是要是我是东北人吗？不是啊，感觉镜头雾蒙蒙的。我看一下，这样会好。哎，感应离远就雾蒙蒙的。明天还能直播吗？应该不知道，因为明天如果不化妆的话，可能不太会直播。然后我想说啥来着？哦，对，就是，如果这个直播用不了的话，以后就在那个你画，就是你说我猜那个地方直播吧。虽然那个 APP 它的美颜特别的奇怪，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这个，口袋的直播只能。就是一周只能用一次，应该刚公演完两个小时，啊，对，我们公演结束之后，我跟萌萌我们一起去吃了火锅，哈哈。那游戏很无聊啊，其实我也不是非常喜欢玩那个游戏啊，但是就是你们知道的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为了推广那个 APP， 它是对小偶像有奖励的，就是。如果直播够多长时间，但那个游戏我实在是觉得，不是，对我吸引力不是很大，而且，就是，我感觉就是它是按你游戏开始之后的时间算的，然后要有它有一个规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如果按那个时间算的话，我的粉丝就每一场就是感觉下来花的钱蛮多的，然后我觉得也不是很。就是哎，对，就是5块钱一句话的感觉，就感觉很奇怪啊，就又不是很划算。如果我是粉丝，我不会觉得很划算，所以我就没有开它。我这样说是不太好。有规定时间，它是按你游戏开始的时候才算时间，就是你要是不那个没有。游戏没有开始的话就但是那个很好玩，你很喜欢玩那个吗？啊，就感觉狼人杀的滤镜看惯了，看这个不习惯。我现在看这个不习惯了，我觉得我一看这个就感觉我自己皮肤特别不好。刚刚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哦，好热啊。我们中心现在特别的热了，但是我们中心现在还没有空调。然后就很热，然后啊，张雨涵又吃了个火锅回来，妆都花了，花钱很厉害，是，我也觉得那个花钱很厉害，5块钱80秒，比握手券便宜。你这样说感觉也是，感觉滤镜是红色，这个没有滤镜，这个没有滤镜，但它就是有个美颜跟美白，就是这个口袋四八的美颜，就是有一个。磨皮和美白应该是对，但是，对，滤镜是红色的又变绿色的啊？这样吗？我觉得可能不是滤镜的问题，是我那个直播灯的问题，可能是妆花了还这么没哎没有，今天疯了，怎么了？不是，怎么说呢？我该不该说呢？算了，我不说了。这个颜色啊，是紫色的。
什么什么哈哈哈哈什么啊？啊，我刘海都湿了，你们看好油啊，看起来。最近跳公演真的特别特别的热。我今天又怎么了？没怎么啊，我今天没事，我跟你们讲没事。我今天出宫看完公演出去的，不是看完公。看完公演，跳完公演出去的时候，然后那个我走到那个门口准备出剧场我们的门的时候，我突然被服装部老师拉住了，然后他说张雨涵把你的鞋换了，然后我一看哦，我还穿着公演鞋，然后赶紧跑回去把那个鞋公演鞋换成了我自己的鞋，然后我就特别感谢那个老师，我说老师还好你告诉我要是穿着我自己的鞋出去的话，我说我之前跟我粉丝立了一个 flag，如果我再穿公演的鞋出去的话，我就请他们喝奶茶，然后还好他就成功拉住了我没有把那个公演鞋穿出去，我要穿出去被你们看到的话，我就真的要喝奶茶啊，不是，我就真的要请你们喝奶茶了，就还好他拉住了我，然后你们知道那个老师说什么？他说那你应该请我喝奶茶了，然后我说对对对，头上这个啊，这个是老师编的，你们都看见了，什么啊？我都没有穿出去，你们怎么看见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哎呀，其实我有一件事情很想说，但是我觉得不太合适，就是我在纠结要不要说。算了，那在说这个事之前，我先给大家说一下那个什么吧。就之前我不是答应了大家，说是要给大家设计一下张雨涵的粉丝的应援服，对吧？然后我这2天就是也一直在跳公演啊什么的，就是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弄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就是回来正好没有事情，然后我就那个挂到房间，谢谢什么？然后就拍到房间，谢谢什么？然后就就是我大概画了一下，然后你看，就是这是一个短袖，我是一个那个什么，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灵魂画手，你们不要吐槽我，快说要没流量了，不然就别删录播。你现在回去了吗？在回去的车上吗？因为今天我看那个从外地来的粉丝还好几个来着，就今天，对，然后什么什么哈哈哈，不是我没画完呢，你看这不是一个短袖吗？然后你看你们看一下啊，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啊，对吧？然后他就画一些，就是你们设计的，就是什么，比方说是什么银啊，或者是画呀，花花，就是花啊什么的啊，这种啊。然后这个短袖的背面啊，背面同样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哎，它也可以有一个花纹，或者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花纹，哎，这儿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呢，女生的这个短袖的话，就在这里。有一个交叉绑带，然后这有一个蝴蝶结，啊，这有个蝴蝶结哈，然后这边也是交叉绑带，交叉绑带，然后蝴蝶结，啊，然后呢，然后这个短袖，女生的短袖哈，前短后长的那种，就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这样会比较好看，就是一种设计，然后前面就，然后呢，或者是把它做成。完全是前后一样长的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短袖呢可以是黑的，也可以是白的啊，可以是黑的，也可以是白的厚。然后呢，然后这个男方的话就是一定是要这个是一样长的厚，就这个是一样长的厚。然后。前面露肚脐吗？不是，就是我只是说下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们看着做，你们看着做啊，就是，然后之后这个底下这个裙子哈，底下这个裙子里它是一个 JK 裙，女生的话就是一个 JK 的裙子，哎呀，我这个灵魂画手啊，你们看着感受啊，看着感受，底下这个裙，这个 JK 裙，然后这个裙子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百褶，正面百褶的最侧边这个地方，这儿啊，注意是这儿。可以写一个银字儿，或者写一个跟张雨涵有关的东西，对。然后，
不是，为什么你们都在笑？我很认真的，好吗？为什么你们都在笑啊？然后这个裙子啊，这裙子啊，它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白的。哦，不，白的不要了，也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黑的。对，然后就是，对，这个裙子它可以是红的，也可以是黑的，对吧？然后就是外套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像羽织一样的袍子。然后，但是鉴于张雨涵不会画，你们看，就看着感受啊，看着感受一下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哈，这样，然后这样，哎，对，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它这个袍子哈，然后这个袍子嘞，它合上之后呢，就是这儿可以有一些个画，然后再去打开可以合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啊，然后呢，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有一个小的一个什么东西就在这儿，然后它在翻面呢，就是和这个短袖一样，翻面在正中间，也可以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上面这些设计就上面就可以写很多很多很多的字，很多很多的字，就跟张雨涵当时的应援毛毯一样，然后就这样的一身，然后这个外套它可以是黑色的，也可以是红色的，这外套就是，好，我写，反正然后你们也看不太见哈，就是黑红，哎呦我的妈。然后对这个外套，它就是黑红色，对，然后可以是黑色，也可以是红色。然后你上面的，就比方说你是黑色的话，你上面就配红色的字和银色的字；然后是红色的话，上面就写黑色的字或者银色的字。对，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就是只有短袖和外套，然后女生的话就是有一个裙子。多一个裙子，多一个裙子，这个样子，对，这是张雨涵目前的想法。然后那个，对，然后就是有外套的话，就是你明天把这个视频给设计师看吧。那我给你，就是怎么讲呢？哎，我有一套跟这个有点像的衣服，我到时候穿上让你们看一看，就是大概是那种感觉的。顺便再设计个法披，这个就是呀、啊，这个就是，这个羽织，但是它不像羽织那么小，它就做成和那种法披就一样的那么大的，对。然后就是这个外套可以设计成黑红色，或者是就纯黑的，上面有红色跟银色的字，或者是纯红的，上面有黑色和银色的字的那一种，对。然后画风的话，就是我感觉就比较喜欢那个这个应援毛巾的这种感觉，应援毛巾和应援毛毯的那一种。对，然后女友现在和我说看直播有点害怕，为什么？看得你都要哭了啊！基本没说男犯什么样的衣服，不是啊，就是这个短袖，就是这个就是男犯的，这个短袖是不是？就是不是啊？谢谢谢谢礼物，谢谢姻缘吧，啊，然后 就是这个短袖，如果是男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给你们画一下哦，是这个样子的哦。是这样的，男生的这一个哈，就是这是前面是图案，后面背后有个大图案，然后短袖在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张雨涵特别喜欢在外套的右下角这个地方加一个很小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男生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这种，然后就是女生的话，就是多在这儿多一个，就是那个绑带的蝴蝶结，女生就是多一个这个蝴蝶结，对，多一个这个蝴蝶结，不好意思啊，没有直播到，对啊，这个是男生的，对，男生的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这个的，就是这样的短袖，对，我能反着写字也是挺厉害啊，没有啊，啊，我知道了，因为这个是镜面的，哎，也不是哦，诶，那你是怎么看的是反的？图案是 S 吗？是吗？下次送我一个简笔画的书吧。我随便设计，反正你是不会买的。哼哼，反正到时候设计出来了，张雨涵要买一件穿。可以，可不可以？哎，是给张雨涵的话，可不可以优惠一点？就我跟你们说，肯定很好看的。然后你们底下就是，如果是男生穿的话，你底下直接穿裤子就行了，
就是会很好看的，就是那种短，就是马裤啊一类的也可以的，就短一点的，不用很长的那种裤子。然后女生的话就是底下就是那种 JK 裙嘛，就会很好看。我还买，我不用买哦，这样哦，嘿，那还挺好的，那还挺好。然后就是，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一会儿有一个就是跟它非常像的衣服，我穿上让你们看一看。嗯，大夏天穿什么裙子？女生夏天不穿裙子穿什么？什么本男范喜欢穿裙子，这样吗？啊，本男范喜欢穿裤子哦。那个，但是裤子的话就没法设计，我觉得，因为我对裤子不是很有想法，因为我不怎么穿裤子，我就穿裙子比较多，嗯。然后张爱静她说等我的鸳鸯服出来，她要买一件，她说我设计的就是肯定会很好看，就是因为我给她说了我的想法，她说肯定会很好看。还有不喜欢穿裤子的男饭吗？还要穿裙子？不是啊，就是如果你们想买裙子，就是也有裙子，但是不想买的话，也可以就是这个短袖和这个外套，就是搭在一起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嗯，我这叫你们女装，不是，我是想的比较贴心，给男饭也设计了一身，给女饭也设计了一身这个样子，不是说必须要所有人都穿那个裙子啊，外套哦，对啊，就是那个外套也会很好看的，嗯，都是偏女版，不是因为我平常就是穿裙子比较多嘛，然后可能我对裙子的想法就多一些，嗯，就是其实赵雨涵还想设计一个跟自己身上的这个裙子差不多，但是这个是。大概是就是跟张雨涵有关的，就是在前面的这一种，然后裙子在底下就是绑带，然后有字的那种啊，我要画出来给你们看。我跟你们讲，我这个想法超级好，但是就是我的粉丝们他们都不愿意穿裙子，然后那就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哎，我要画出来给你们看，你们等一等啊。然后就是这里是绑带。这里是绑带，然后有一个刺在这里，啊，对啊，不行，我已经画抽象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你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就是这里是一个爱心，然后这可以写，然后有一个赵雨涵的东西，然后底下是裙子，然后这儿有一个绑带，就是那种绑带的那种，然后这儿有一个蝴蝶结，然后这是那种小袖子，然后这还可以配一个项链，就很好看。我画的跟奥比岛是什么？裙子就算了，还要露肩。哎呀，就只是张雨涵的一个，不是，不是啊，这个裙子就是我随便一画，不是要做出来的，就是这样画一下让你们看一看，但是不是要做出来的。当然，如果你们也想要这种款式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有的，嗯。女范穿衣风格都很帅的，哎，这样吗？太可怕了啊！哎，你们对穿裙子这种事情这么恐惧的吗？这个裙子给美杜莎三人组不错，砰砰裙，嗯 ，P50 重力堂，我知道，背后是应援旗啊，对啊，是啊。什么救救孩子吧？银子要不要给粉丝设计一下比基尼？你考虑取关一下？怎么这样？那你都说要取关了，我还怎么设计啊？我肯定不设计了，好难过、什么？问问弹幕里的女饭有谁穿过裙子？那你们谁穿过裙子啊？
三人组，直接 night to night 吗？哎呀，没事，那也可以，也就，哎，不是这个裙子，只是张雨涵的一个想法，不是说一定要做出来给女方穿的那种，对，然后就是，就基本上还是会，很，你看啊，基本上这个是不会做出来的，还是按照前夜的这种的，有这种的，你以前穿过裙子，在你头发还在的时候，你说的好像你现在没有头发一样。想穿重力那套公演服，诶，我设计出来他们就得穿，啊，那倒也不是啦，就是，张雨涵设计了2版女方的，对，然后你们可以，女方们可以穿现在的这一版，哦，就这一版，不是让男犯穿裙子，哎呦，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上次何颖穿的裙子啊，是吗？设计的很棒，我也这么觉得。你突然觉得我那个露肚脐的 T 恤不错，是吧？就是，当然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日牌有一个牌子，我忘了什么牌子，他出过一个短袖，就是这里是交叉绑带，然后是前短后长的，就是蛮好看的。但是，但是那种短袖不适合配 JK 裙子，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要穿 JK 裙子的话，就不要设计成前短后长的了。如果你们要配 JK 裙子的话，那个女犯的可以设计成前短后长的，然后那个男犯的话就不用了。但是其实男生的衣服也有，就是去年包括前年，就是男生就有很流行那种毛衣是前短后长的。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但不会错太多，大概错这么多的那种，就是也很好看，男生穿上去也会很帅气的那种。对，让我们把绑带这个想法丢掉。为什么？那你可以买那个男番版的那个短袖吗？吊带也不行。你好多衣服都是前短后长，是吧？就有也很流行的，就是那种前短后长的感觉。你是个潮流的小孩子，你感受到女犯的抗拒了吗？感受到了，什么？你怎么又好看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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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开还开狼人杀吗？应该不开了吧？等一下，现在几点了？51啊。你们说我要不要直接直播到12点以后，然后就是把下一周的那个直播都在你说我猜上直播啊，反正你说我猜，如果我不点开始游戏的话，大家也不用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也不用花钱，对，然后就是直接当直播用，他的话不要，可以，前短后长，但是不露肚脐的，就是前短后长的话，它就是。男生版它是不会露肚脐的，很长的，很长。但是，什么？但是没有口袋清晰，它没有口袋清晰吗？我觉得它比口袋清晰一点。你说我猜直播是不是不好看？就是哎，就是脸美颜的有点变形，就除此以外都还好。什么？为何我总是这么仙？有吗？张雨涵明明是暗黑病娇系啊，一周直播一天可以无数次，直播到12点，明天晚上还能再直播，是这个意思吗？那个美颜拉的太满，没有，我这个美颜没有拉满，我拉的是60%，真的，我截图给你们看，我怕是对自己的人设有点误解。那个直播不限制吧？那个直播不限制，不限制。你觉得我是腹黑系，有吗？那你可能是跟我玩狼人杀玩多了。你要是不跟张雨涵玩过狼人杀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张雨涵就是
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仙女系是什么？我能不能早点睡？不是，我忘东西不是因为睡眠不足。今天电吹风吹乱刘海，笑死我了。不是，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老师，就是那个藤井老师，他觉得我们的公演太热了，然后就说在我们舞台两边放两个风扇，结果那个张雨涵有一个就是 Run for the Dream 的时候，就是站在那里，就正好蹲在那里，然后那个风扇就正对着我吹，然后我那个刘海都被吹起来了，然后整个人头发都被吹起来了，然后那个前面一排坐的就是观众离我又很近，然后张雨涵就觉得很尴尬，就不好意思直视他们，就很尴尬。音乐旗就这么挂在墙上吗？对呀。甜的我和高多失了智，什么扎西偶像，什么现场看老酷了，是说那个，对，因为高崇，我跟高崇就是离那个点位离得很近，我们俩在一起，然后那个电风扇。那个风好大好大，然后我每次跳那个就是头发低下再起来那动作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的头发会就是甩不起来，会直接甩到旁边，然后还好就吹到后面了，不是吹到后面，还好甩到后面了。最萌身高差，什么甜的你要输氧，什么就甜了，哪里甜了。马上高考了，睡不着怎么办？就是听一下那个 ASMR。就是张雨涵，也不知道他到底念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我感觉还蛮有用的。我睡不着的时候就听那个。高志贤站位被吹了两分钟，全程糊一脸。什么？我期待饼给我唱歌的眼神很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很期待啊，就还好吧，就怎么说呢，就是张雨涵就开个玩笑那样说的啊，其实我也没有很期待，真的是我才不期待张爱静对我唱什么歌呢。电风扇在那，你们就在笑，真的是。你说我们跳个舞容易吗？那个风扇，高志贤啊，他，对啊，就是谁站在那个地方就会被那个风扇一直吹。但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真的夏天到了，你们在剧场可能能感觉到就是真的很热。但是我昨天看 S 队公演的时候，我不是坐在二楼吗？就是我感觉二楼还行，二楼其实没有很热，二楼还挺凉快的，对，但是我当时那个站在二楼的时候，我不是站起来了，然后我把手往那个窗户外面伸了一下，然后就能感受到那个底下那个剧场的温度特别高，就是跟二楼完全就是两个温度，就特别热。然后我们在舞台上跳舞，就是也是超级超级热。然后啊，二楼有空调啊，这样哦，然后反正就很热。然后那个，就舞台要是没有那两个风扇的话，可能就会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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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谢谢一面棒，请喝奶茶。你总选到，不是，我今天没有穿着公演的鞋穿出去，走出剧场的大门，所以我还不算是，这件事是不算的。二楼有空调的。做比 VIP 体验更好一点。我坐在二楼，我坐在二楼看公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想坐在一楼看，因为我觉得在二楼看的话，就是小偶像，就是他可能就是不会看二楼嘛，然后我就感受不到小偶像的爱，对，就是那种爱意，就是那种很甜的感觉。
但是就是我觉得坐在一楼体验肯定会特别好吧。然后就，但是就我们老师是，就我们肯定是不能坐在一楼嘛，老师不允许。然后就哎，什么什么，我才没有呢。一堆小偶像对我比心了，没有，还好，就也没有，就是，但是那种感觉还是感觉不到，你知道吗？我觉得一定要坐在就是底下，对，然后才能感觉到，坐在前三排，我好想感受一下。二楼体验很好的，可以看公演整齐度，啊，那倒是看队形看得很清楚，我是在撒娇。昨天脖子快扭断了，就看楼上，我没有看到你啊。对，昨天我在楼下，不是我在楼下，我在楼上往下看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很多，就是眼熟的粉丝，对。然后我就是感觉，原来我们英雄城大多数粉丝都是 S 队、H 队，都是一批粉丝的感觉，对，很多熟悉的面孔，对。不过他们都说他们是来抽奖的什么的。但是挺好的，反正大家支持的都是 SHY 嘛，没出出去哦，关吗？关吗？我要不要关啊？是不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不知道哎，算了，要不就不管，就这样吧。就是等那个我下次再直播，我就在那个狼人杀上那个，不是狼人杀，就是在那个，那个你说我猜那个，我就不开游戏那样直播吧，啊，有没有办法呢？然后就是也想跟你们说，就是我最近我哎呀，我要准备我们下一周的特殊公演嘛，然后要准备的东西特别多，然后我们一个人基本上就是要学2个 unit 打底，然后有些人是3个 unit 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要准备的节目特别多，但是要在一个星期准备出来，所以就，可能就是这一周会很忙，然后不知道能不能多开电台和直播了，然后就，反正就先给大家说一声，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下一周的特殊公演，就是真的就是有很多你们想象不到的节目，对，就是真的感觉去不了有点亏啊，没事，你可以看直播，然后我就在你头顶上，哦，这样哦，对，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可能你们都会很喜欢的 UNIT，还有你们喜欢的大哥，周一上班看不动，啊，我们那个公演是下一周的，是9号，对，应该是9号晚场吧，对，是晚场，晚上好，晚上好。下周吗？对对，下周就是9号那一天吧，应该是九号，是九号吗？是九号吗？反正是晚场，我记得。你看我拍在玻璃上，特别怕玻璃碎了。怎么可能？口袋直播哦。啊，晚上好，晚上好。这周了哦，对，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是这周了。好严啊！居然说我是笨蛋，哼，回去。这么轻怎么会碎？是吧？终于有一个人说实话。会不会什么？会不会错过？你五
16号，哎，现在不是已经六月了吗？ B 站弹幕怎么了？哦，对，我这两天还没有看公演回放呢，还，然后我昨天想看来着忘看了，就是我们现在不是 UNIT 都开麦了吗？然后我不知道雨中关键是我唱的怎么样，我觉得我在现场听不到我唱歌的声音，就感觉声音特别小，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觉得我唱的还挺大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哦，我知道了，是因为我们那个是麦架，然后就是不是声音传不进那个，就是离得太远了，然后声音就传不到那个麦里的感觉。今天晚上7点啊，今天晚上7点哦。你6月16号46级晚上公演能看到了，但是公演前活动去不了。哦，不是，我们那个特殊公演是9号的，就是9号的，就是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嗯，马上就要见到银子本人了。哇，那你可以来玉龙城之前跟我说一声，对，然后或者在机长的时候告诉我你的 ID， 然后就知道你是谁了。嗯，声音不小，不小吗？反正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听不到那个我自己唱歌的声音，就基本听不到。我不6月16神秘嘉宾是吗？祝你生日吗？你喊别的成员就听哦，原来你还喊别的成员啊？没有没有，开个玩笑。我是不是参加著名冷餐？哼，不要提前告诉你们，你们随便，你们自己猜。好的好的，晚安晚安。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反正语言服的事情说了之后就还有什么要说的，没什么了。嗯，然后猜猜看他们俩。我要是去，你就给我唱歌去。不是，你看像那种神秘嘉宾，怎么能提前让你们知道是谁呢？对吧？今天穿这套衣服睡啊？不是，这是我的裙子。想喊也喊不出名字，为什么？哇，你们俩居然是大学同学，哇，好巧啊，快认识一下。张宇还有一个事不知道要不要说。结果哦，这样哦，那你票是不是可以出去取？有时间一起玩狼人杀，好的。他去我狼人杀的时候你就认出来了，啊，这样的吗？我不知道要不要说，给你留一口蛋糕。那就先好好考虑一下吧。
那我再考虑考虑再说吧。那今天要给大家说的事情就都说完了呢。然后就是我以前嘛，总是会问你们，就是你们觉得我还有哪里就是做得不好啊，或者是哪些地方可以更进步一点什么的。然后最近都没有问了，然后最近也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哪里就是做得不太到位啊，或者是哪些地方可以再提高一下？我还再想想。那行吧。我该什么？身高可以再提高。啊？你先说你多高？早睡就完美了。什么身高再高点？你们在开玩笑吗？你们确定想让赵雨涵再高一点吗？MC 再主动一点，狼人杀少沉迷一点，早睡一点，有点低配献妮的感觉。我吗？啊，没有没有，我觉得献妮前辈很可爱了，我没有她长得那么好看。我张宇还是洛阳人。MC 多说一点。我就是 MC 话还是太少了，我会就是尽量多说一点，都是我改不掉的，哎，那个歌真好听，那个歌嘛，我唱的什么歌？哦，我对张艾静唱的歌吗？上个月去了洛阳，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哪里想提高就提高哪里。不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对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哎，其实我也蛮想说的，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最近没有原来那么，就是那么，怎么说，那么有劲儿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最近跳公演的时候，我觉得我使出了全力了，就是我觉得我前两首歌就已经累到不能呼吸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公演状态没有原来的公演的感觉那么的有激情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很尽力的在，就是在。就是在跳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舞蹈吧。但是我总觉得有种乏力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睡得晚。我觉得不是，就是我原来总觉得我对于舞台就是那种，无论我就是心情好或者不好，或者就是我开心或者不开心，只要我站在舞台上，我就立刻就是能，就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就能跳好这个舞。就是我原来是这样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我只要站在舞台上，我就很专注的在跳公演。但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投入在公演里。我可能跳得很好很好，但是好像只用了自己的80%或者90%的那种心再去跳这个公演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跳公演嘛，就是。粉丝肯定是最能直观感受到你的状态的吧，然后我就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什么前辈里推谁？啊，我首推是海那边的小偶像，那说明我进步啦。哎，这跟进步有什么关系啊？你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你跳那么久一样的舞蹈，你也有这个，哎，出道400天，我要不要发个博啊？我觉得有道理。
我一会儿去发个微博。其实我已经找好了图，就是这两天没发嘛，睡眠不够导致。也不是，反正就是每一次一跳公演，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是公演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开心和非常积极想去做的事情，我很开心。而且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状态跟我跳梦想的骑士跳到后期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跳梦骑，就是跳到，就是跳到我们快千秋乐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就是有那种。哎呀，怎么还要跳这个舞的感觉？就是不是说对粉丝或者对舞台有什么感觉，就是有那种啊，这个舞跳了好久，我还要跳，我又要跳这种感觉。对，就是反正就是还是会很使劲，拼尽全力的跳，但是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哎呀，怎么好期待下一个公演，就这种感觉。感觉我今天状态比昨天好。啊，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我今天跳公演跳得很开心，就是，反正比昨天好一点。我经常睡太晚了，肯定有影响。我觉得也有可能，我之前都是12点1点睡，我最近睡得就挺晚的，3、4点睡，有点倦了是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没有梦琪的那个时候，就是跳到最后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喜新厌旧，也不是，因为我们这套公演的歌都是我们自己给老师提的，就是有一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定的这个歌单，然后让我们的运营老师去筛选的。对，是这样的，我们的这套公演，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很多歌都是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梦琪那个时候我没站位呀，我有呀，我是有站位的，我有固定站位的。一致认为是睡晚的问题，哦，是这样吗？那好吧，那我以后早点睡，我以后早点睡，然后就是怎么还没睡？我会早点睡的。我说看见4点的太阳不是开玩笑的啊，我是我，个人感觉有时候第一天乱，第二天整齐。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可能。我会早睡的。晚安，老先生。3、4点可不行，跳公演是体力活。对，我觉得还有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张雨涵不能合理的安排时间的情况下，我就是一顿饭，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就去跳了公演，然后就前两首跳完就感觉要死了，完全呼吸不过来的感觉。狼人杀粉丝不服。你说公演啊，就是其实我也希望我们的公演可以有更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每一个月啊，都有新的一些东西加在里面啊。其实我们之前我记得就是跳默契的时候，就会加一个最后一首歌嘛。然后就是有时候是每个月会换一个不一样的歌，然后我觉得那样也挺好。但是最近好像就我们的公演都没有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哦，对，但是好像是因为那个我们就是好像就是原四八系的歌就是不太能用了这个样子。现在前面4首强度真的大，我们这个River 和勇敢的心加起来这两首歌确实挺消耗体力的，突然公演话题，就没有，就是随便聊一下，你们这儿也有默契？哦，对，就是那个 FT。那个队伍，好像他们现在在跳这个公演，对，但是非你不可跟 VS SH1 就给我 SH1 就没有给我感觉很累的感觉，就还好，
对，但是那个river 我真的是跳的我特别特别特别累的感觉，但是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跳的特别特别特别累的时候，让我有一种，让我有种安心感，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声唱真的很棒，今天你说李琴吗？她今天是声唱呢，她今天是声唱，录的挺好玩的，是吗？你去了哪里？我 river 就喘得可厉害了，对啊，我觉得可能是天太热了，就是天很热，就是我站在那个台上说 MC 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汗就是在身体里往下流的感觉，就真的很热。李晨是声唱，对呀，对呀，他应该是声唱吧，我记得好像是声唱来着，要不就是声唱，要不就是半开麦，反正我们现在的 UNIT 就是所有的都是半开麦了。梦奇啊，不是说梦奇，我还会想到那个《王者荣耀》里面的。说好的旅行商场，你给他摸他的，看 River 入坑的啊，这样吗？一人抱个冰淇淋吃，我看了会不会凉快点？如果你们穿着张雨涵设计的那个 JK 小裙子一起在底下吃冰淇淋的话，张雨涵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的。开麦也消耗更多体力了。这个倒也是吼。什么？你要 XXXL 的男生的码，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冰淇淋留到 UNIT 再吃。裙子不会这么早出来？哎，如果设计的话，是不是同一时间一起出来啊？剧场保安不让带进去，为什么啊？好美的鸵鸟，在做笔记吗？不是，就是这个是刚不是给你们画那个应援符嘛，然后就这个笔，就一说话就在这戳来戳去的，蝴蝶结的啊，你是要穿吗？好的好的，我也期待一下。这么晚，就是回来就很晚了。好的，晚安。晚安，拜拜。水可以，就是剧场能带水进去是吧？贿赂那个保安都不让带，你们怎么这样？可能太晒了，今天没拿进来。女范代表穿裙子反图。我觉得可以的。喝了一瓶脉动，一瓶红牛，一个肥宅快乐水。天啊，张雨涵整场公演只喝了一瓶脉动，一定很好看。我也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绑带这种东西设计在衣服上就很好看。超肥，超级肥，超级超级肥。可爱，王菲演吗？不，就是因为站在台上真的蛮热的，就那个真的蛮热的，那个灯嘛，它就照过来的话，烤的其实还挺热的。什么？你抱着一箱水进去，我又喝不到，我怎么会不渴？5块钱的葡萄糖是什么？你标准的 M 号肯定够了。那你应该很瘦。现在能快速准确的表达好自己的想法，
有吗？我觉得还好吧，可能比以前好一点吧。没我瘦，我就是很瘦啊，我说的是胖瘦的瘦。今天打算修仙吗？不不不，我，今天还行吧，就LED 的，扇子坏了，脚崴了，你小心一点啊，就是看小偶像也不要太激动嘛，什么反正我也喝不到，替我多喝点，哼，哼。拉票吃雪糕给我看，哼，200斤的肥羊，你有200斤吗？看起来没有那么胖啊。你看热闹来着，看谁的热闹？喂，不是我，怎么就围了？谁啊？我好像没有装到我的包里。等一等，让我去看一下。张雨涵应该是给你装了来着。哎呦，我找一找哈。应该是装了。完了没酒？哎，让我看一下我的化妆箱里会不会有？快快快！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不是没有隐形离婚了？没事，我有两个，我给你一个。好，看一下。好的，没有。你们等我一下，我给朱敏拿个隐形离婚盒，我把他都忘到机场了。啊，我有一个这个。好，等一等，这个里面有没有？像，这里面有一个，但是我有这个，你可以先拿着用。然后这个盒是空盒，好，你先拿着用。好，谢谢。没事。好了，那下一次我们去剧场的话，你应该就能已经找到它，应该就在桌上。好。好了，谢谢，晚安哦。没事，晚安，拜拜。天啊，这个美瞳好久不用，它就会干掉了。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啊，我过来了。什么三个曲月谋加张雨涵？嗯？哎，哦，在这里。不是，你们别七个张雨涵了，我回来了。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哪有朱敏可口？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朱敏最近变好看了？我觉得她变好看了。打牌呢？希望我们中心的空调可以快一点有，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我每一天感觉睡起来都感觉都就是出汗的感觉。一直好看吗？对啊，但是我觉得他最近变得更好看了。后背做了些什么事？什么事都没做啊。什么爱的力量？一会儿去赶车了啊！你们都连夜回去的吗？我把窗户打开，打开了。不是有空调吗？没有，我们中心的空调是中央空调，然后它现在没有开冷气，所以这个空调是没有用的。
它有暖风，然后没有冷风，这样子。你只关注我一个人，哼，那你今天还说，哼，什么，就是什么，哎呀，只看张雨涵一个人，感觉很累，什么的，是不是？今天沈阳21度，21度吗？21度都这么热了吗？实在热的话，买个空调扇吧。哎呀，算了算了，花钱花钱。等到我们，我觉得过不了多久，我们中心就要有那个空调了，对，冷风的空调。那不是很累，那是看起来很痴汉，只看一个人。不是的，挺好的。你看怎么讲呢，就是张雨涵她有时候跳舞对吧，就是比方说我这个粉丝她亮的是张雨涵的紫色的棒子，我知道她是张雨涵的粉丝，然后我跳舞看她的时候，结果她在看别的小偶像，张雨涵就就你们知道吧，就是对，然后就有点尴尬。但是你看，你要是一直看张雨涵，张雨涵看到你说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主要是青岛很凉快，就沿海的城市都凉快一点吧。歌舞粉丝，张雨涵请喝奶茶已经破产了，还好我没有请喝奶茶。不是，其实你看我，我觉得就还好，挺正常的。但是你一直看着我笑，我就感觉我还以为是我怎么了。真的不请喝奶茶吗？你们真的这么想喝奶茶吗？如果真的非常想的话，那张雨涵就请你们呗，还能怎么样？哎，谁让我宠你们呢？什么今天谁看了你好几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两个人是都是紫色的应援色嘛，然后有时候就是比方说新来一个粉丝，就是那种我们平常也没有怎么见过这个粉丝来剧场的时候，然后他亮紫色的棒子，张雨涵就习惯性就会看他，就这样。因为就是对，就是谁拿紫色应援棒，然后张雨涵就会觉得是不是张雨涵的粉丝。但是后来想想有可能是小王的粉丝。但是其实也这样分粉丝我觉得是不好的，就是粉丝嘛，大家都是来看小偶像的，就是大家都是喜欢，就是我们嘛，其实都一样的。季老子。对，其实就是无论是这个粉丝是就是喜欢我们队的哪个小偶像，但是大家对粉丝的态度应该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他表情有点难过啊，这样吗？那可能是对推，对对，有些人也拿就是我们那个官棒，对，不一样的，是吗？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关于小偶像他在台上就是其实多数的小偶像，就比方说像我吧，我刚出道的时候我跳舞就特别紧张嘛，然后我不会看台下的观众，因为我觉得跟台下的观众对视会让我觉得特别害羞，然后我就不好意思看台下的粉丝，就台下的观众。你以为自己亮紫色，然后其实是亮粉色。我看到了。然后就是那个，然后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是跳舞就直视前方，然后就是死死盯着正前方的那一种。然后我后来看，就有一些我的粉丝，他们就是在我一直看正前方的时候，他们就扭头去看看我到底在看什么，就感觉很搞笑。其实我就是真的就是在就是那个很只盯着一个地方跳舞，但是我盯的地方可能就是不是那个粉丝，就是一个正前方一个空位置，就是那个样子，然后就对着那个空位置笑得特别灿烂，笑得特别开心，就
就是这个样子。其实张雨涵刚出道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后来就是慢慢的嘛，然后跟粉丝都熟了，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些粉丝就是也会握手会啊，也会过来跟我说是我的粉丝啊之类的，这样就会说嘛，然后我就敢慢慢有时候跳舞就敢看他们了，对。但是我们那个老师来了之后，就是他就说那个，哎，不要总看镜头，说一定要跟粉丝跳舞，要跟粉丝有眼神的交流，这样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才能够，就是传递给粉丝吧。就是其实眼神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说就是这种想要把快乐传递给粉丝的心情，就是，就是不只是你。就是你对着一个空气笑那么开心，去干嘛呢？就为什么不对？就是把这种就看着粉丝去笑，然后把这种快乐心情传递给粉丝呢？然后张雨涵就是现在就是跳舞也会就是对着粉丝就笑啊什么。虽然其实做这种事情还让我觉得很害羞，对，跟你这种小眼睛粉丝不是很区别。老师好能白话是什么？然后一般被对视的粉丝都会很开心，他的想法都挺有趣的。哦，这个跟粉丝对视的想法是他说的，就是他说的，就是他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新来的老师嘛。然后他就说，他来了之后，他把我们剧场的镜头的那个亮的那个灯给封住了，就拿黑胶布贴住了。就是我们之前跳舞的话，就是那个镜头，就是比方说。他那个哪个镜头开的话，那个镜头会亮红灯，然后我们就要看那个镜头那个样子。但是现在，交流是瞪人吗？什么？我瞪你了吗？我那么凶的吗？然后有吗？我觉得我眼神挺充满笑意，难道不是吗？然后对新粉丝会害羞吗？不，应该不会吧？我觉得现在就还好，原来很害羞的。然后就是，要说到哪？对，然后他来了之后就把那个镜头的那个亮的那个灯给贴住了。他说那个就是要多看观众，不要只看那个镜头。说跳公演你是给观众跳的嘛，就是你一定要看观众什么的。然后就是把那个镜头封住，然后我们大家最近就不看镜头跳了。找镜头这个事情很有学问的，看别的成员会让自己小偶像尴尬，啊，这个是真的，太热情了，这样吗？反正就是，你看，就比方说，你特别开心的对着你的粉丝跳舞，然后你的粉丝在看别的小偶像，然后那你的小偶像就会很尴尬啊，就是只能就是，你怎么办？只能接着跳又很尴尬，反正我会这样有一点点这样的觉得。但是其实你说看公演吧，你说虽然我有喜欢的小偶像，但是我肯定还是会大家都看的嘛，是吧？然后所以这种事情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对。那完了呀，你没救了，没事没事的，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你说就是全场公演只看一个人也不太可能啊，因为可能就你坐的这个座位，有时候那个他。跳舞的站位就会离你会特别远，你看不到他。这种情况下，你只能看别人了。但比方说，你的小偶像就在你面前，然后你就硬要不看他，看旁边的小偶像，然后你的小偶像可能觉得，我的粉丝为什么不看我？害羞的时候假装在看别的小偶像，真的吗？你一直看。最近都拿手托着，真的吗？这么辛苦的吗？要是我在很远的地方的话，你就别看了。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远的地方的话，就是正视前方好了。要不然你的脖子就会很疼。只看两个人有点看不过来。左右中，收了4张票啊？
还有这，哎，还能这样的吗？别的小偶像进的时候看着自己，不管怎么办，这也是一个问题哦，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你咋那么不信？哎，你这样说，我觉得也是啊。如果作为一个观众，一个小偶像对你笑，但是你又不看他，就是那样也很尴尬，对吧？在机器上看，360度收一圈票，我为什么？哎，你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票？因为我们剧场不是坐不满嘛，然后后面其实是有很多空位置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多收那么多票？就是串一下别的没有人坐的位置，不是也可以吗？好的，晚安，拜拜。他们瞎说的，我还真的信啊！真的吗？你们是瞎说的吗？真是打扰了，哼！真是打扰了。不是呀，我咋傻傻的？不是啊，我就，哎呀，那你们说了，我肯定我第一反应就会相信啊。只能收4张票了，哎，这样哦。有个句句是你们看，人家是真的好吗？真的是，哎呀，但我知道那个粉丝，他好像是外地的吧，是吧？然后是很远来一趟，对哦，确实是，这个样子。感觉这周好像就是我知道有几个粉丝就是外地那边过来，就是蛮辛苦的，不信你发个音。反正大家都是为了看小偶像，也是蛮很希望我能来广州啊，希望我们能有广州的巡演吧。今天光线好像没有以前好了，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回来很仓促，就直接开。我啥时候发博？明天吧。哎，我都不知道我出道400天了，好快啊！都没来过剧场，可以来一下看看。什么被我迷住了？不要说这种话，使人害羞。希望再来北京。好啊好啊。哦，北京的剧场的点位真的很近。北京的舞台是很长很窄一点的那种，跟玉龙城的舞台比起来的话，然后感觉我们在北京的剧场跳，就感觉点位比我们窄一点，但是感觉在北京跳舞嘛，就离粉丝特别近的那种，就是他的那个舞台和就是观众的那个距离特别特别特别近的感觉，就是我平常在玉龙城正视前方，只能看到剧场第8、9排那个样子吧。但是在北京跳的话，你正视前方就能看到最后一排的粉丝了。所以我觉得在北京跳的话，可能就是会作为观众来说，会不会感官更好一点？非常近，对对对，就是很近。老贴心了，大早上自动回复，什么？有种心跳的感觉。北京地贵啊，哦，这样吗？是这样，是因为这样吗？你可能过两天去悠唐体验一下，为什么呀？是要去北京那边旅游还是去玩？总共就10排啊，朋友，这样吗？那应该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每次都能，只是前方在玉龙城能看到，就是那种离最后一排还有4排的那种感觉，那种距离。北京剧场也就8、9排，就是感觉北京的剧场就是它也是偏窄的那种，就是窄一点，然后长一点的那种感觉。听说有巡演啊。是上海的前辈来北京巡演吗？我也想去看。哎呀，其实我说实话吧，如果有机会，我真的真的真的特别想坐在舞台下面看一次公演。不知道在当偶像的这个时间里能不能有机会实现一下。太远了，会担心走光吗？啊？会啊，我们不是都有穿安全裤的吗？我是前辈了。哦，有前辈有后辈，哦，是这样哦。好的，我一会儿就去睡，现在几点了？你们一群人去2楼，挤挤包间。可以可以，很贴心了，但是我们老师肯定不会允许我坐在台下的，肯定不允许。哦，他可能会让我在控台吧，就是控台，控台好像也不可能。去别的剧场悄悄看一场，但是上次就是我们队有人去别的剧场看公演，被发现了，然后就被请到了那个控台那个地方看。上海出发，不想让我修仙到2点半，不会的，不会的，我今天比你早睡。公司开个成员版公演，不会扣钱吧？扣钱倒不会了，但是就是，那肯定不能坐一排啊。把我们关小黑屋，那应该不会。他反正就是把我们就是把那个小偶像请到了就是控台那个地方去看的公演，坐一排还不被发现，他运气比较好。什么？我没有，没有的，我以后我答应你们以后要在2点钟之前睡，好不好？好不好？你觉得男装一下，做个超微可还行？不行，超微太贵了。好的，晚安。当我没说，好不好？句句跳场公演，像不像在台下看？可以的。代拍，前面搬个小凳，那不好，我觉得那个离舞台太近了，然后就看看都要仰着脖子看，太累了。我觉得要我的话，我就想，如果除了超越以外，二三排挺好的，二三排中间。我说早睡，谁听了谁尴尬。不是我是说，以后答应你们要在2点钟之前睡嘛，然后但是你们也要在2点钟之前睡，就是如果不是有，就是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的话，要求太高了，容易暴露。恐龙眼，握手会那个什么？就想睡觉，为什么？二排中间吗？会被挡到吗？赞哦！你们睡了就不会发现我们睡了，对吧？
才不是呢，就是想让你们也早点睡嘛。谁能告诉我一下现在几点了？我手机现在看不了时间。12:48，那我直播到1点睡吧，还有12分钟。摸着良心说，真的，真的。最苦二排一，二排一是哪里？好的，那我就到1点睡吧，1点睡。我先躺下。但躺下看我这个人设感觉很奇怪哦，这个视角感觉很奇怪，就是躺下这个视角是很奇怪。好的，你信了，愿意被我骗？什么？我没有，我不会骗你们的，我一定会2点之前睡的，好不好？日常躺步，快，我还有10分钟就要关直播了。然后之后，哎，如果怎么感觉雾蒙蒙的？不是，是这个直播灯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一架上它，它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不开的话又很黑，看显得张雨涵就是很黑，很黑。我只能开一下这个灯，就这样雾蒙蒙的。一会儿播一半睡着了，不会的。反正还有10分钟，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哎，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太傻，太实诚。没有关系，但是人都是会进步的，我会吃一堑长一智，然后就。你看我现在你们说一些套路的话，张雨涵都已经哼，想我想我想我，给你比个心，然后就没事，拉票的时候见。10分钟说不完，那就见面说吧。不要说让我害羞了。我啥时候拉票啊？我应该是7月1号吧。7月1号，我跟张爱静一起，因为我们是到后面是人就是会很多嘛，然后时间不够，所以就是两个人一场这个样子。我跟张爱静一场，在朱敏后面。反正吃一堑长一智都会变得更好。直男撩人在这里，2个月见面哦，好的，你尽量记住，全身都是优点，没有啦，没有，我好像倒数第二个，哦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我们那个时间公布了吗？突然变早，哎，不是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就是我刚刚随便说啊，怎么办啊？不是的，我不是7月1号，我不是7月1号，我可能是7月20多号吧。怎么办啊？我是智障吧？可能。你们能不能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啊？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时间，我们还没排呢。但是就是我随便说的，就可能是这个时间，因为对，因为7月20号太晚了就要总选了，所以我猜可能就是七月往后，对，7月往后。带给我的，我知道，但是就是我们运营老师到时候肯定会。就是给你们发一个就是排好的时间，然后你们到时候看那个时间就行。
就是不要管张雨涵说什么，我都瞎说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出来，没有拍出来，嗯。不是八月总选吗？不是，是7月底啊，是7月20多号。好的，晚安。在总选前，反正对对对对对，强迫跟小三计划，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大兄弟？怎么可能？不是，大家都是成员，凭什么因为一二七就要跟人家换日期呢？这是什么道理啊？不是三七不是成员吗？八月早凉，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我那个时间，我是随便说的，不是真的时间。然后时间的话，你们就等那个，我们老师出吧。哎呀，我刚是随便说的了，三七是仙女，对，我们三七都是小可爱，超可爱的，他们都也都超棒的，下雨的还没睡呀，准备睡啦。你们到1点的时候就提醒我，我就关直播。欺负别人后，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怪你不该问啊，没有，不是的，不是的，我刚那个时间是随便说的，张雨涵随便说的，今天30个章了，华章和哦。这个月底哦，日常兜不住东西。还有6分钟，好的，不是，其实那个时间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个时间，因为我当时随便问了一下老师，但是我不记得到底是7月多少号，反正在7月，反正不在6月份。也挺靠后的，用来抱着睡。什么？那一次是我主动说的？什么？对，这个时间肯定也有可能有调整，就是你们对，反正你们到时候看吧。我们老师会。会到时候会说的，张雨涵这个人真的是，别玩耳机了，你怎么看到的？反正出票务之前就知道了。之前我好像就说和张爱静并在一起了，我说了吗？我什么时候说？哀求老师有用吗？不是的。以后直播要趁早啊，因为今天我们公演结束，就是和大家一起去吃饭了，也想着也很久没吃。熊猫链接发了吗？我在房间说了那个店的名字。然后应该我看有微博艾特我吧，还是有一个旅饭已经买了，然后应该是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就是你们可以就是也可以去买，那个店叫熊猫大哥吧，今天还可以直播，是这样吗？好的，晚安。许愿萌今天邀请我明天去洗澡，我不知道会不会去，如果去的话我可能就素颜直播了。问一下贵吗？啊，那个就那个小熊猫的那个包吗？不贵啊，99块钱，就是哦，张雨涵的东西都很平价，就是张雨涵的衣服一般也就不超过200块钱吧，就是100多一点这个样子。原味瓜，我看到那个银色的，呵呵，对，张雨涵就喜欢那种高性价比。
什么你以为耳机呢？哦，不是，就是之前我背了一个包，是个小熊猫的包，然后粉丝们都说很可爱，然后就安利给了旅饭们。素颜直播啊，不一定会直播啊，不一定会直播啊，就到时候看吧。嗯，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要关直播了。我什么？打雷了？我没有听到哎。好的，好像下雨了，是吗？迎着雨跑，张雨涵不要这样，是吗？明天也要一点前睡哦。嗯，我最近会就是都会早点睡的，因为这周也要学很多舞，然后就会很忙啊，不知道说啥了。比心，你最近怎么感觉都不太开心啊？感觉你看公演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开心的感觉。晚上还穿礼服啊？哦，不是，这就是张雨涵就一个日常的小裙子而已啊。在楼下跑过去，什么？一点了。好，那我就去睡了，然后你们也早点休息。一看我就乐，哎。没事没事，挺好的，就是能让你们就看到我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就做到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稍微变得安静点。为什么？你这几天也没太开心，为什么呀？好的，什么强行关？因为你们比较贴心嘛，比较温柔，关心张雨涵。那我就去睡了，你们也早点休息。那就。这个时候张雨涵要说一句套路的话，哎，算了，我不说了，我要等会儿再发在房间里。好，就这样了，晚安啦，拜拜，晚安啦。哦，我听见打雷了，我听见打雷了。哦，这不是打雷，这不是打雷。哎，我怎么关不掉了？等一下，哎，哦。